欧巴蜂王队来挑战看看我们这次的梦魇，试试看。切下超不平民哦，真的吗？好吧，那我们这边第一关，第一关也是直接转。那这队主要是先来洗个技能好了。对，先来洗个技能，这样会带走吗？呀，欸，快带走，快带走！好，那我们这边把它给带走，然后剩下就是可以洗技能，给我洗技能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好，我们先把火柱给滤掉。哦，居然带走了，好吧，这边来到第二关，第二关这边会遇到两只，那我们先回个血，边回血边打他好了。对，先打哪个好了，随便啦，随便他们打。哟，他们快死掉了，那打右边的，对，这边要麻烦一点啊，还是现在做个强化猪好了。哟，哎，那残血是怎样？太性感了吧？好，那在这里呢？三回合，我们再洗一回合。制造强化珠。天降新珠也太好了吧！好，顺利带走了。这边来到第三关，三关好。玄冥灵量要不要跳起来？我带了一只路西法是 CD 比较长的。好，应该是没关系啦。还有两回合要洗技能的话，我看一下他打多，他打有点痛嘞。在这里只有火珠可以攻击吗？那我们 CD 二哦。好挣扎哦。我们在这边直接转好了啦。直接转把他给带走好了。算了，我只想要直接转了。希望等下会有天降下来。这边这样子，没有天降我就完蛋了啦。没有天降暗珠，这样子好了。好，希望可以把他给带走。呀，我已经尽力制造强化珠啦，这一队。等一下，如果说不幸没有带走的话，我想要换一下路西法，因为我有一只带错了。好，差一点点，没死啊，没死，太好了。那我们直接来，居然没死，怎么那么神？那我们也快死了啊。好啊，这样子应该可以带走吧。天降，哇，居然没死，奇迹的活下来了，好险好险。第四关这边呢，我们先开其中一只，这个跟这个。好，我看一下附加效果消除，哇，好吧，我们来这里呢直接转吧。那先打右边的，没死真的是太好了。打右边的，先要把他给带走。好，啪啪啪啪！呀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没问题，带走吧。PP 超大的平民队，这是八风双路，你懂的。真的是我不懂，太屁股太大啦。这样子好。天降新珠太好了。其实下一关又会被
用掉了，所以还好。好，得走第五关呀。好吧，就变成这样了。那我们开我们的八风。嗯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右下角起手转珠啊。这样吧，应该是可以带走啦。虽然转的没有很好哎、欸，呀哈，一直伤害700多万，怎么回事？带走了。好，第六关，附加效果消除。呀，好，那是直接转。哎、欸，这边是可以用这个、哦，这样慢慢转。好，那如果说你想回复力高点，你可以消水妹那个直牌，对，那有骷髅头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们不是要减伤吗？有减伤，应该可以减一下伤吧？我看一下，减伤可以吗？减伤应该 OK 吧？不知道，我们直接转转看，就知道减伤 O 不 OK 了，好不好？全部转光，看一下我们会不会死掉？哦，他5次减伤啊！好，我想说怎么会有骷髅头呢？怎么办好呢？现在我现在就是觉得好悲伤哦，我是不知道死掉了。好，我们开个龙科，龙科就要用掉了，居然在这边用掉了我们的龙科。不，希望我们不会死，希望我们可以把它给带走。他是5次减伤啦，我刚才才想起来。好，带走，带走。带走，哎、欸，带走了，这一队又再一次活下来了。好，第七关双重电击啊，这比较没问题。这一队，我们先开一个这个魔力归一，让我们可以，让我们可以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你懂的，我不懂。好，让我们可以让伤害比较集中一点。在这里，玄冥灵量先送给他，让我们光珠多一点，那尽可能把他先给带走。这样好吗？就这样了。这边天降到八 combo， 戳他个几下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我觉得可以把他带走，应该没问题。好，我们这边慢慢转，啊，八风就是慢慢转，没问题的。斜转，斜转，哎、欸，斜转，好，有斜转，斜转 ，OK。呀，光珠没隔开，好吧，随便啦，真可以通关的，好顺利的，带走。掉卡是一定会掉卡的哦。那这边第八关，第八关这边阿波罗，阿红心脏大颗，对啊。好，那在这里呢，遇到这个。风化腐蚀，我们先把我们新珠留下来。对，我们等下可能会需要补血一下，这边慢慢打，不能打太快。新珠，不要消掉。好，有，好，嗯，还是来消吧，没问题啊，我们慢慢消啊。嗯，这样子好。呀呀！又有新珠了，太好了！因为打很痛，打很痛，我们打很痛，我们真的打很痛。被风化那个是新珠，我们知道。好，是56。OK， 啊，把他戳死了。好，这边来到第九关，哎，其实还是 OK 的哦。这一队，哎呀，强化珠，哎，什么附加效果消除？哦哦，妖族啊！魔衣没有开到哎、欸，我魔衣来干嘛？打酱油，可恶！居然是这样，你就别怪我。先来洗个技能啊，反正我们现在没办法打他。好，光珠好多，星珠好多，应该 OK。我血量剩下有点少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好，
回快乐，棒！哇，天哪，血面能量受不了，开下去。好，这边直接来转吧。三三转好了，感觉可以。哎，这放这，这放这。我觉得还是留一个光强化好了啦，等下没带走，还可以再打一回合。好，这边十二、十三，好。OK， 这边顺利到王冠了。王冠这边非常轻松啊，那这边我们就慢慢转吧，把它给带走。这边最好是可以 CD2 带走它，这是比较好的一个情况。可是这边下面水珠是怎样？好，这样子，这也有点难消，这样吗？过来，好，就这样了。我们水妹还是没有开的情况下，所以这对带走了。好，就这样。那这边呢？其他好像不是很重要我们这边玄冥灵量也不能开，它可以控制吗？它可以控制，可以控制它。我这边先来消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先来消一下，然后把我们的光柱先滤出多一点来。不过我们这一个回合不知道在打什么，节奏很乱的打，但是很 OK 啦，我们随便开下去。那三回合之内解决掉他吧，这队是有搞头的吧？有吧，有啊，PP 很大的八风王队也是有搞头的哦。哇，天降这天降太夸张啦 ！OK， 慢慢打，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好，今天斜转不太听话。给我光珠啊，大哥！好，血明亮可以开了，那我们就在这边完结它吧，终结这个梦魇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好轻松哦，这一队。怎么办？好是比较奇怪的一个队伍啦，但是顺利通关是没有问题。魔衣跳起来了，魔衣终于跳起来了，太好了！好，这边顺利通关 ，victory 耶！其实魔衣是要在之前在第九关之前先开的，对，这样子他就不会被重置了。对，他还是会被重置，但是我们就有那个附加效果。对，好，那这边顺利的通关了。